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折一只小兔子。首先将它的两组对角分别对折，两组对边再分别对折，然后沿着折痕呢，将它折成一个双三角形，将两个角向上翻折。两边这两个角再向内折，两个角沿着这边呢向外侧翻折，好，再次翻折。角插入里边的面内，另一边呢也是同样的方法塞进去。好，我们翻到背面呢，将这两个角向折痕翻折。然后再向外侧翻折，这两个角再将它向内折。将它立起来，我们将这个耳朵呢给它撑开。然后向内吹气，那给它画上眼睛。好啦，那么我们这只小兔子就折好啦。喜欢我的栏目，请订阅关注我们的淘趣工坊。那么我们明天见喽。